中央给你钱，我们的预算编起来也跟去年差不多。市长，您的民调还最后一名呢，因为给你钱你也不会做事，一个执行率那么低，真是丢人现眼。市长，你是不是欠人民一个道歉？我们是意见交换，您讲话嘲讽的口吻从来没有弱化过，我哪有大声嚷嚷？我觉得你用字遣词了，永远充满了嘲讽，我完全无法接受。第二点，我们所有申请中央的，我们都是按计划申请，我们所有支出都是本着新市府团队对高雄市民的负责任的态度。有没有卡函，各位民进党的议员心里太清楚。这两天治安，我们高雄街上大街小巷有枪声大作吗？有没有卡函？在台东路边捡石头还捡到海洛因，为什么内政部长其实你刚才不到台东去呢？在海岸旁边捡石头都可以捡到十几公斤海洛因，然后全部大张旗鼓来高雄进驻，这不是卡函吗？不是光钱的问题。